左侧那个脚后跟痛，左侧脚后跟痛，我看到的，从前面的脏话一样，也是田野里面好多那个，那个坦克在往前走，然后有士兵啊，这纯粹是地球人的啊，地球人的外星人正在看，这些地球人，原来的那些制作的资料啊，制作的影视。影视资料来看看，到底地球到底干了什么事情啊？尤其看到那些战争呢，战争死了大量的老百姓呢，就是为了上面的精英阶层要达到目的，让下面的人死了一大片，所以现在要解决的是上面的那精英阶层，有获得那种指挥权、统治权、农业权的那种现在慢慢搞明白了啊，也搞明白了到底怎么回事他正在搞明白了啊。正在搞明白这个事情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